嘉义县警察局伫东石高中举办青少年篮球三对三打球赛，台湾男篮总教练周俊山应邀到东石高中为选手来加油打气。周总教练强调，拍篮球是伫咧投资家己，因为拍球运动唔但会当健身，互头脑更清楚，真侪大学拢有运动招生，未来路会更加宽阔。嘉义县警察局每年暑假举办的青少年篮球三对三打球赛，参与拢真热烈。今年以高男组有36队上座，基础是国男组25队，另外国女组10队，高女组7队。比赛结果各组冠军分别是高男组杰明不要，国男组林杜角，高女组刀锋宝贝，国女组朴子 A。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办理青春专案。那这个青春专案呢，最主要有三个工作主轴啊。第一个就是净化妨碍少年的成长环境，那第二个就是防治青少年被害，那第三个就是扩大办理犯罪预防宣导。那今天在这边举办我们篮球三对三的斗牛比赛啊，也就是要鼓励我们青少年朋友来多多参加这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那走出户外当个魅力阳光的好少年。那同时我们警察局也在这边也希望我们青少年朋友一起来反毒、反性剥削，还有反诈骗跟反危险驾车。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如果说那个不要因为说不良人士或者好奇心的影响下去接触毒品，或者是说打一波打击而且去飙车，那对这种有严重妨碍我们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为我们都会来加强查查最终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青少年朋友能够在这段期间有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球员看到周俊山士气大振，拍起球来劲带劲，伫讲从来无伫遮尼啊大块球车面头前拍过球，肾上腺对咧提升。新闻就来新，埔主持采访报道。